行行行，我再补充一点啊，以后大家假如要创业，要开两所店，对吧？那把我们的屁股挖过去就做主管就可以了。明明往前站一下，明明来，介绍一下明明。对。晚会这个画册就是老周设计的，这是多伦多第一本最好的画册。没，对，也是第一次这样的晚会以后有这样的册子。老周是中央美院毕业的，中央美院的高材生，工艺美院，工艺美院，现在是清华是吧？归清华了，现在归清华，归清华了，是清华的这个。再见啊，谢谢啊。我一会儿还要再见。好，和一个关于他的报纸，我该。好。有什么活动啊？有什么好的消息就发一面或者的。你剩下这个产品什么时候可以说？产品什么事都可以做。不是啊，我说你这个王府的这个涂料。只要你有什么合同什么的，我们就可以做啊，现在就可以运过。已经在投产了，在国内已经在销售了。价格怎么？价格呢？它是看起来这个好像单位的那个什么，一吨好像看起来传统的贵，但它因为它涂的薄涂的少嘛，它按单位面积算的。说一个平方米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人的产品的级别太多了，种类太多了，所以价格很清楚。比如你想，比如你要好的，现在跟外企是好朋友了，对呀，你现在好朋友了。十米以上有什么价格？还有这种，还有很怎么样？外企欺负你们呀？我也是，他不帮你啊？具体的不是很少。他帮你们呀？我们有专门的技术。好啊。我们现在已经在亚洲或者一些地方销售了。现在目前只有德国有，但德国想跟我们合作，但是呢，德国是你们什么的？对呀，下次什么时候有你发个 email 给我，然后我先我的技术人员那个过来。叫一峰啊，他在美国参展更好。email 了，一大堆。美国消息肯定。去呀，美国可能更多，像我们就可以到找油田呐、还有管道，反正有管道都可以的。还是不搞技术了。我们那个叶峰自从认识了你们以后，就不安心了。有没有进步啊？没有。他是进步还是退步了？进步了。然后我自己经常讲，哎呀，我们是在国内什么什么，外人做技术没意思，知道吗？对。没有兴趣了。对技术没兴趣了。对，真的感谢。我们国际方面的。没叫我。方面详细的，说明你的有魅力过来的。我那个是有魅力。你太做我的事了。对啊，光芒四射，搞得我今天也是要给陈国涛一次，要给在这边自己干一次，我自己要对。对。我一条河。